据外媒报道称，华为终端负责人余承东接受他们专访时曾透露，明年他们要推出一款折叠手机，目前样机已经出了好几版，但还在不停的优化。余承东表示，华为折叠手机要追求更完美的方案，目前的折叠手机体验并不够好，因为连接两块屏幕间的还有转轴，这样并不能带来更好的视觉效果。预计华为的方案应该和三星保持一致。不只是手机，现在连相机也开始玩全面屏了。近日，佳能公布了一项新的单反相机超大翻转背部屏幕专利。从专利描述来看，该背屏几乎覆盖了整个相机机身，而且可以将整块屏幕都翻转到机身顶部，而且可以横向多角度调整。预计该全面屏翻转屏有望应用到佳能旗下的 5D、7D 系列的单反上。HTC 宣布将于11月2日在台北发布新旗舰 U Plus， 今天这款手机获得了工信部的入网许可。如图所示，正面听筒和前置摄像头隐约可见，背部配备了指纹识别，整体布局和 U11 基本一致。配置方面为骁龙835加 4GB 内存。从入网时间点来看，国行应该是首批发售地区，而且极有可能会赶上双十一，最后就只担心售价了。今天周六，科技资讯就是这么多，大家周末愉快吧。